七十二。七十二，没问题啦，因为人的心脏一次一分钟跳七十二下嘛。到一百，玉兔，怎么叫玉兔哈？嗯，我们学的原子比一个。六十八。可以下来。你出柜了你。哇！你这骂他白痴骂很大声，再骂大声一点，骂。你是白痴啊！我不是故意，我很紧张。我跟你讲，不能乱骂白痴的。好。有一个人嘛，在天安门骂国家领导人白痴，被抓走，泄露国家机密。泄露国家。哇塞！这样讲。不能乱骂的，这个。哎，什么的？七十六。我永远祝福你。七十六到一百。大哥。七十八，哎呦，哇！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门很少打开的？七十多少？七十七。不是，大哥，我们不是。这个综艺节目有综艺节目的节奏，你不能就这样问我呀？你这么那个警棍拿起来，他马上反口供。投资分子啊，那个打回去什么意思啊？打回去代表大同电视机啊，拉上小门，关上小布套，什么？大声讲出来，勇敢的。危险呐、啊，张晨光大哥，你可要好好选呀、啊，可别三心二意啊。号角响起，异能界最无胆的双人团体。再见了，我的朋友。什么？大声讲出来，勇敢的。77.5。就说，七十八就七十八了。好好的魔女十八招不去拍，好来真受灾受难，七十八到一百，好可怕！他们喊那么高嘛，一下子喊到七十八了。没有啊，他只有那个六啊，喊两个，他七十二又够了。这打情骂俏起来了。大哥啊，你看得下去？他刚刚还有个点五的，我现在为什么喊呢？你看，从来没有看他笑这么腼腆，这恶心。没有笑那么腼腆的，你看手还颤抖，手足无措。好努力啊！还好不错啊！看一下吧。大嫂，不是，那个下面那个洞是空的。Oh my god！ 乌伯拉，七十八到一百。八。八八节到了，就八十八。漂亮，八八就算热门。往前一小步，干嘛一小步？这样比较安全吗？比较安全。不用那么大步。八十八，为了要庆祝八八节，好不好？好。那么好了，就八八了。真的决定是这个吗？吓死我！我们被他吓到了，这个。大哥，你怎么心花怒放的样子？讲话快一点嘛，吓死！哇，你确定了哦？各位，到底会不会是八十八呢？一、二、再见！阿纪呀，我跟你讲，情场得意哈。赌场的失意啊！大哥，赶快去救他，他是为了你来训诫。我这样，来，你这样头发乱，你这样光哥对他跳下去了。You jump, my jump, Jack Rose。好感人啊、各位，在我们节目里面上演的这一场不伦，要这个两个加起来快100岁的人还蛮多的。
Can we make Oh my god Thank you 真的哦、oh, 有没有、欸、有没有摔到没有看到你、欸、行蒙大哥我什么都不痛了这两位知道吗知道吗才开始啊我在这个圈子里面为什么人缘这么好不是常常舍身取义啊节目才开始十分钟你们两位已经报第三次了那没事了可以回去了好了欢迎 BP